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次全新的试验、全新的探索，改革难度大，考验多，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四年期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贷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先行先试，增强金融服务功能，推动金融服务业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等开放措施。 我们对于现有的一些审慎的监管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刚才我通报的关于这个存贷比、流动性、风险管理指标这些呢，我们都将根据这个区内的银行业的展业的实际，会做适当的这样的一种调整。